拜托你，把阮公公包伫咧倒位好无？小黑，唐永书是不是违法了？我相信你嘛无希望，无出一条人命，甚至是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恁一个一个哦，提报警啊，提法律，啊来威胁无？恁当作我是头一天啊出社会啊？ 伊也倒伫咧遮，恁拄则伫咧遮拍人个对无？啊是有关怎？你应该无该拍死，只是互伊受淡薄仔伤着啊。啊，你敢肯定伊无死啊？啊，你阿着我社会人哦，我绝对互伊死甲足凄惨个。啊，毋过你阁有歹官司呢，假使阁加一只杀人罪，你是坐甲坐到死。啊，毋过。 我看你足冷静的，阁袂惊伊啊！我看江友丽一直阁活咧。哎，我真正足怀疑的呢。啊，你到底是毋是蔡良的种哈？谁会想会到讲，哎，蔡良的后生竟然会替江友丽出头？吼，你嘛是真好笑的。卖听忽悠的。既然江友丽无伫咧遮，那呢，阮先来走。 我拢在门村，阮爸人伫咧倒位，拄则已经问出来啊。我要开一个记者会，互全台湾的人来做见证。花一分钟，伫世界百货里面，是欲想要摕啥物，伊就尽量摕，全部拢是伊的。真正足袂见笑的呢。利用囡仔就利用囡仔，讲报答。囡仔会当帮偌济物件？爸，你安尼就是真正想过超过啊！ 你家己讲袂歹势，我听了是要拖啦。这囡仔好心甲你斗相共啊，你煞利用伊制造话题、制造新闻。你是要利用这个新闻，安含你伫长寿村废土污染的新闻？你哦，真正是无救啊咧！奇怪，孟世大夫啊，是安怎？我感觉你对我有偏见啊。大概我讲的话，听在你耳腔内面，你拢会甲伊解释到变做。 我本来是好意变做歹意啊，那是一件代志，会当得到两个效果，这是上赢的局面，这是好的结果啊！你别讲啊遐尔好听啊，跟你讲话哦，真正是浪费时间。立文，来走。张立文，你莫脾气啊，这世界上我是你唯一的亲人哦，你莫阁讲这款话哦，在控制将你稳啊啦。 相公，只有你才是伊的亲人啊！我要讲啥？你讲啊！妈，我问你哦，当初若是小妈无答复这个囡仔，你敢过好一点吗？哪有可能啦、啊！我死哦都没答应。 是伫咧想啥哈？哦，我咧想，你当初若是无互小妈认我，咱咧，咱就无蔡大怪过姻缘了呢。哟，对吼、哦，安尼真拍算呢，咱的姻缘遐尔啊古锥呢吼。是讲啦，好你家在。